这次来参加非诚勿扰节目，我只想带一个小女孩回家，请她吃棒棒糖，谢谢，可以了吧？你的兴趣 What's your hobbies？我的兴趣很多啊，就是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玩啊，一起和她们在一起，一起玩各种邪恶的游戏啦，就是 An example. 小黑屋啊，小黑屋游戏、拷打啊，我都喜欢啊。So you like SM? Yeah，SM is my favorite hobby. And 没了呀，结束了已经。what thing? 嗯 And what thing? Like for example?？For example,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Wisconsin, Milwaukee. Yeah. Where are you original from? I'm from China. Which place? 桂林。Fuck you! Continue. 桂林山水甲天下。Continue. 没了呀。What's your major? 我是计算机专业的。我的心动女生是10号，因为她很风骚。十号。你不会真的录了吧？好，不要了，不要了，没意思。And then, what's your job? What's your job? 我 job 就是干很多有益的事情啊。做那个吗 ？For example, 就是比如什么。扶老太太过马路啊，和一大堆女生搞暧昧啊，砍手砍脚啊，替人还账啊，玩莹莹啊，莹莹开心 Facebook， 你不玩 Facebook 呢 ？MSN QQ 群，对啊，然后 you are 猫铺什么还有，啊我是个呀，对啊没错，因为只有菊花才是最完美的东西。真的，我每天都会喝菊花茶润精华，因为。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那为什么还要上非诚勿扰来找女生？你都是 gay 了。因为，行走江湖，一个男朋友是不够的，每个男人起码要五六个老婆才行啊！我感觉，对啊，我也希望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女嘉宾们能够，就是说给我个机会，给我电话，请给我邮件，419邮件，谢谢。What's your mailbox? 我不跟你说。说。不说。My QQ number is. 不要吧，万一。就是还有什么？不要我去采访朋友了。不管了，没意思。哦，被采访。顺便朋友采访。Are you feeling it? 你。Are you feeling it? 下面朋友采访，许明要去参加非诚勿扰，来说一下许明。说一下对他的印象如何？许明啊，不错，长小伙子长得挺帅。然后在以前在学校挺讨女孩子欢心。然后呢？女嘉宾看上的一定不能放手啊！还有什么？比如说你每天和他在一起的话，你发现了什么东西？就是徐明有的时候性取向可能会逆转一下，这个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也没啥，过段时间他会转回来的。也就是他喜欢男人吗？对，他一段时间喜欢男人，一段时间喜欢女人。所以说女嘉宾如果看见的话，这段时间千万要忍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从喜欢男人变到喜欢女人。对啊，他蛮邪恶啊。蛮邪恶。好的，谢谢。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男人不坏，女人坏。你又说他很坏，对吗？他很坏嘛，是吧？男人坏，女人才爱。好的，明白了，谢谢。我要吃你的东西。你干嘛抢我东西吃？我不喝。还有什么？没了，结束了，关掉。你看，比如说这个，就是他在搞暧昧的那个某某。
这个就是他在搞暧昧的某某。你看这个是，你看这个就是他搞暧昧的某某，你看好多啊。这个就是他的 QQ， 有意者请联系。还有 BT 下载。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字。OK。同学们大家好，大家一定对我平时就是下什么片、看什么片很感兴趣。我呢是一个很正派的小男孩，所以说我一般喜欢下这种什么学习软件啊、学习视频啊，我喜欢就是不要装逼可不可以？啊，听什么古典音乐啊。First of all, how old are you? 我二十几岁吧，大概。几？二十三四岁，五六岁。然后他是1983年生的，生于上海徐汇区。然后我一直喜欢下这种什么古典音乐啊，我都是很喜欢的，包括古典书籍啊，红与黑啊。然后我想让大家看看我的，你看，我就喜欢就是，大家请注意他拍的片的名字都是日本的。日本爱情动作片。你听见了笑声音爆。我还赖了。你看比如说这个赢这什么字乱什么，哎我不认识了。这什么字，你看巨什么十八禁无修正，三 D 海贼王同人卡通，鬼老太是美女，外星人住进，你还平常都看这种片？所以为什么他能找到这么多片？因为他是弄电脑的，他学电脑的，他是学到电脑的 PhD 哦。although he is just a PhD candidate, but he know how to find those. Find the A.Every time for free, free 哦 ，not free meal, free movie, free H movie, free meal, that's great. 免费男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房间。哎，别看啊，你给刘哥看看。这是他的衣柜，然后他的裤子，哎 ，so dirty。然后这 ，dirty bitch。然后他窗户，这是他床。这是他的枕头，找不到我的。这是他的枕头，你会发现很乱，很肮脏。I love that dirty man. 好，可以关了，你留个看吧。看，这是电脑，这是桌子，这是他的人，这是他的烟。不许拍。他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世界难倒回，空间已破碎。二十三，不上了。啊，不上了，不上了。好，解锁就解锁，让我看是什么样。继续唱。解锁，我不唱了。唱。不上了。快点，唱完一整首嘛。难唱不行，先练习一下，然后让我看怎么效果怎么样子。